兄弟们，兄弟们，今天我本来是打算到这里来拍一下这里的老房子，但没想到的是，这个老房子全被拆掉了。看见没，在这里面，这里面以前全是老房子，全被拆掉了。我觉得以前这个老房子挺漂亮，你看这个。这个砖就是以前那个老房子那个砖，看见没？这种砖全没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真太可惜了。这些老房子真的，这些老房子我觉得挺漂亮的，全没了，看见没？全没了。你说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把这些老东西给留下来呢？把它全部给拆除了，重新建新房子。这是什么东西吗？这个就是做那个腊肉香肠用的一个工具。生活在这种地方，
刺激吧。这里有一个轻轨站，yeah, just right here， 看见没？轻轨，看见没？